心机撩男最高境界，故意制造命中注定。日本读书的时候就觉得有个男超帅，很常去学校附近一间咖啡厅。那我就来一个不期而遇吧，他吃的他很喜欢吃的甜点啊，这甜点我会做哎，我就说那下次我做给你吃，他就因为那个甜点爱上我。你又会做甜点了？我为了他学的。哇！今晚八点，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。今晚开战吧。